南极之巅冰穹 A， 风雪笼罩下的冰盖一角，依稀呈现出一块貌似集装箱的建筑。它如整个钢锥扎进坚硬的冰层里，把这里方圆近千平方公里白色区域点缀出红黄相间的颜色。冷漠之余，沙石透露出些许温馨。这便是中国南极昆仑站，中国政府在南极内陆地区建设的第一个考察站，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继长城站、中山站建成后的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风雪早已把周遭与这一小块建筑由来有关的痕迹和印记封尘，昆仑站能在极端环境下矗立于此，本身是一个奇迹。而有关昆仑站13天建造完工，更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增添传奇色彩。按照这个工程量来说，如果这个工程在国内，机械条件有保证，这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良好的情况下，气候条件非常好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应该是60天。在南极那么恶劣的地方，他们用了13天把这个昆仑站建起来，主体建筑建起来。故事开头需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1年，德国不莱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这个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的形式划分成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考察队负责。中国科考队成功争取到中山站到冰穹 A 的考察之路。从中山站到冰穹 A 的直线距离是1386公里，这段距离记录了中国人6年接力式的攀登历史。从1997年首次内陆考察的300公里，到第二年的464公里，再到800公里，中国人不断累积着攀登的距离。然而，南极内陆的考察考验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意志，还有科学的计划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能力。即使在可以遥望到冰穹 A 背影的1998年，中国科考队行进到距离冰穹 A 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由于后勤保障的不足，再次与这块梦中之地失之交臂。十几年与冰穹 A 的遥不可及，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烙印，但征服从未间断。直到2005年，几代科考队员对南极制高地的耿耿于怀，最终在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得到冰释前嫌的机会。他们首次抵达南极内陆冰盖核心区域，并成功登顶冰穹 A 北高点。科考队员们很快在成功攀越的兴奋中冷静下来，他们清楚要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把环境相对更加恶劣的冰穹 A 变为一块长久的科考基地。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再次建造牢固的科考站。那么国际基地研期间，这个我们中国搞了一个基地科学考察计划，叫勘察计划。那么这个计划，中国做这个计划纳入到世界基地考察核心计划之一，特别是海冰器浇灌对这个人类生存的影响，那么这个计划纳入到了这个国际核心计划之一。那么这个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建立一个在高点建立一个科学考察站。若在冰穹 A 建立科考站，给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区域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这一定论将更增添说服力。然而环顾四周白色渺茫世界，在这个驻扎数日都可能带来生存困难的冰盖极寒之地，一座可以担当避风之所重任的科考站又哪能凭空拔地而起呢？早在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立之后，中国就有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个科考站的构想。
先前冰盖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有为此做准备。科学家也通过建立中山站至冰穹 A 的气候环境监测系统，为实现建站提供详细的理论依据。世纪之初成功问鼎冰穹 A， 首先证明中国科考队员具备保障运输的能力，而强大的运输力同样是内陆建立科考站的首要条件。内陆考察大本营中山站距冰穹 A 达1300公里之遥，且这段崎岖的雪地是由海平面一路爬升到4000多米的高原。这个相当于1300公里是个爬坡的过程，尤其在800公里后是一个坡度这个急速上升的这个区域，它的地形尤为复杂，因为我们俗称的软雪带，还有这个大的雪丘、雪垄这样的地形非常多，那就是这个一些我们南极现场说叫谷状的地形，就是那个例如山谷吧，一个接一个，像就是山坡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地形特别的多，所以说给我们运输带来很大困难。这是困难，但不是根本困难。根本困难这个是这个海拔4090米，它的缺氧量相当于我们西藏5000多米，就咱们科学家在这个地区工作能不能行。二个困难是这个是低温，也就是说南极现在我们测到的温度是-89.2度，那么在这个地区的温度冬季不会继续低于-80度。缺氧和极低温没能阻挡住新世纪科技力量所聚集的冲击力，和在此支撑下中国科考队所凝结的勇气和信心。2008年，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注定与以往不同，以大型运输工具卡特彼勒车和数量众多的雪橇为主组成的庞大运输队，经过漫长颠簸，最终到达冰穹 A， 同时抵达的还有500吨以上建设物资和28名科考队员。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对困难估计不足，因为在那之前我的内陆队的这个经历不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困难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暴露出来了，这个一个一个的需要克服，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最开始领任务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兴奋为主。有关建设昆仑站所暴露的困难，在雪地车队出发的开始便显现出来。工程人员的陡增让有限的成员舱位顿时拥挤起来，队员们只好打起地铺，少数科考队员还未领略南极冰寒的威力，就已经先忍受了刺骨寒风带来的侵扰。那个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冷，因为这个舱呢上下温差比较大，有10度。对，而且在地铺在底下住的人底下垫好几层垫子，这样也相对也是冷。雪龙号到达南极内陆科考大本营中山站后，科考队马上要进行的是把庞大的建站物资和设备分拆装上前往冰穹 A 的大型运输车，他们记忆里至今残存的磨难也从这里拉开序。对于这条渺茫和充满危机的内陆运输线，先前国内预案中并无估计不足，甚至为此推翻一贯建站方式。你的平台、你的基础、你的结构，这个东西需要现场大制。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在国内说全都组装好，你几乎都没法运输。我们实际上就是把它拆分成能够运输的，这个极限的那个那么大小。中国南极早期建站工程基本采用全预制方式，作为站体主结构的集装箱在国内事先安装完毕，运往南极后只需搭建到预定站址就算完成主要建站环节。这种方式最明显是会减少现场施工量，但它的缺点同时在笨重的集装箱上暴露无遗，不能分解的整体运输在漫长而崎岖的内陆线上实现几乎没有可能。
此外，按照集装箱标准尺寸预制的空间，在建站完成后利用率极低，很难达到节能效果。中国科考队运用了一种预制和现场组装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明确地确保运输的可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加工特别特别多、花费很多工时的这个部分，你把它在国内预先加工好。那么现场的部分呢，比如说外维护结构、保温这种东西，或者基础这东西，你在现场组装。自重就已经达到23吨的卡特彼勒雪地车，在拖挂载重15吨的雪橇，在铺满冰雪的山坡上爬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气势磅礴的驱动力。长达数公里的大型车队逶迤在沉睡中的冰盖上，仿佛期盼着见证队员们百感交集在那场扬眉吐气的日子。那个路面条件比较差，一个是软雪，一个是上坡，然后有一段地方还就是非常不平，然后物资往上运的时候就根本就运不动，这靠着这台车。在有连续我印象中是有连续好几天，就是每天都是只能走30公里。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可以走100公里，走30公里就是因为我们拉车辆就拉不动，只能把一组雪橇解为两组，然后分头拉，就是这台车先拉一组，比如走个10公里，然后再回来再拉另外半组。最后跑到倒霉的是9辆车。到了那儿以后呢，因为路途上很不顺，主要是负载太大，然后队员都来回跑，就是这个车头实在拉不动，陷下去了，然后车头就摘掉一半的橇，跑，啊，然后再回过头来再倒就剩下的这个橇。本来，如果我单程如果要行驶50公里，我来回倒的话就要行驶150公里。时间也消耗得很大。几万海里的大洋颠簸和超千公里南极内陆长途跋涉，中国科考队成功到达冰穹 A 时也已是人困马乏。即将到来的施工期在每个队员心里顿时汇聚成无形压力。倒霉舒适的工作条件，时间很短，只有那么10几20天，但是我们就是要赶这个进度，要在那个天气变化之前撤离倒霉。这样我们到了昆仑站的时候，能给我们留下的施工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当时要求宝钢的这个工程人员说，你要在15天之内把这个站立起来。当时那个站是什么都没有，就是雪面。处于超负荷状态下的科考队员和运输车，在冰盖险恶环境中，此刻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掀起波澜，而早前预计的高寒缺氧正不失时机的袭来。中国南极此次考察在建站伊始的筹备阶段，其实已经对身处高海拔地区将要面临的后果同样做过充分考虑和论证。派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数次历经南极的老将，且在国内模拟环境中悉数做过训练，而工程建设人员更是个个拥有特殊经验。当时的情况下面有高原施工的这个经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内陆的这个施工。那么我们就这个做了很多的预案，我们把人员拉到了这个高原，这个高海拔的，从一方面从高海拔的那个施工队里面我们去挑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这个南极，就是长城站的那个施工的队员。好在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体
体能不错，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西藏的，那是阿里，西藏阿里的一个县城叫中巴。中巴的海拔就在4000多，县城，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工程任务，所以那帮人都是经过高原锻炼过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难以抵御的寒冷并不能摧垮这群有备而来的建设者。南极昆仑站的建造在紧锣密鼓中进入施工日程，与各国其他考察站大都建立在南极大陆边缘地区不同，内陆昆仑站将矗立在毫无寸土的冰盖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长城站还是中山站，实际上我们都建在陆地上，但是还有少量的这个站呢是建在这个冰雪上。比如我们的这个内陆昆仑站，内陆昆仑站它最大的难度就是什么，它整个的建筑，它的基础什么的钢结构包括上部结构是完全建在这个3000多米厚的这个冰层上，本身它的海拔4000多，那么冰层的话就已经3000多了。所以这个跟内陆不一样，它跟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那个陆基的这个陆源不太一样。在冰雪地上建科考站，首要环节是夯实地基，以便给日后建成的建筑主体构造一个牢固的基础。施工人员按照计划是先用扬雪机垫高地基，静等一段时间后再用车辆反复碾压，最终构筑一个结实的地面平台。造站的第一步就遇到困难，冰穹 A 的坡度以致负载过重的拖拉机不能把扬雪机放置到指定位置，而早前国内预案根据冰穹 A 冰雪累积率情况明确规定，昆仑站地基必须经过此工序后再用雪地车严密压实处理。比如在中山站或者长城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结构可以跟这个地面发生关系，比如说埋下去或者在冻土层以下，但是在内陆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基础什么的都要做在冰雪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大概出现去内陆建站主要有那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你怎么来就是避免这种沉降，你在冰雪上，那么雪的荷载雪的这个承载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多数人理解疏松雪面如果不经扬雪机添加雪层分量就开始采取压实作业，地基必然会在重压下陡然崩溃下沉。地基高度能否符合要求暂且不谈，它的牢靠性会否大打折扣呢？事实证明所有的担心纯属多余，冰穹 A 奇特冰雪质地在关键时刻让科考队员体会到此地的优越性。这里的冰雪面只经人为稍加扰动压实，重新冻结的新冰面坚挺无比，完全胜任地基要求。雪面非常软，人有时候下去的话能够摸到，比如说20公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拿一个拖板或者是车压过的地方，你过了24小时再去，那个地方的雪就非常硬，硬的你拿镐都跑不动。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结果。昆仑站地基处理完毕，也就意味着这个建筑主体尘埃落定。而检测地基的稳定性则是在工程舱安装到位后再次对有载重的地基进行测量，目的就是调整地基下沉幅度。这个幅度的上下差值允许在20厘米范围内，冰穹 A 区域的奇特性再次向科考队展示意外结果。任何两个这个地基之间的这个如果有下沉，它能调回来20公分。而且它的底面呢做到了2米乘2米4平方米一个的这个底座，昆仑站有十几个就是为了分散压强。结果二次复测的时候呢发现整个的下沉只有几毫米，就是不均匀下沉只有几毫米，以至于把这个
这个调整不均匀下沉的这个环节就给省去了，说几毫米就不用调了，啊，能省了我们两天的工期。冰穹 A 的极低温造就的天然条件让科考队员节省工期，类似的恩惠此后再也不会眷顾到其他作业流程中。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它的极度寒冷，让施工队面临最大困境。施工期内零下30多度的常温首先造成材料变性，尽管建站所用电线和电缆全是抗低温硅胶材质特殊制造，折断破裂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很多的材料它一定要再经过实验，包括我们这个非主材类的，包括我们的很多，打个比方说你电器类的，你所有的开关电线电缆全部要经过零下100度，当然这个要比极限温度更低了。一根普通的电线，就像现在假设有一根电线，有一卷电线盘在这儿，比如说10米，我要把这个电线扯直了，我只需要用20秒30秒，在那个地方我想把这盘电线扯直了，我至少需要2个小时，我需要拿热吹风吹它，一点一点的吹，把这一段，因为我热量有限，吹的热了，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掰直，然后再吹。尽管建站的主体已部分预制，先前为解决运输问题而必须在施工现场组装的困难此刻蔓延起来。极度寒冷往往会抑制人的行动，施工队员为了抵御寒冷所采取的防护又常常将施工进度变得更加迟缓。面对施工的压力和不留一丝情面的酷寒，施工队员唯有把此次远离国内数万里之遥的特别作业权当一场战斗。如果在那儿戴了很厚的手套，操作起来非常的不方便，也就是说效率非常的低，你也能拧上，比如说你3分钟你才能拧上一个。我没有这个时间让你3分钟去拧一个螺栓，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开始拧螺栓的时候，总是要摘下手套来，在零下30几度的时候，用手直接接触金属，要几秒钟吧，这个人的手指头就冻得生疼，然后再插到手套里再暖和一下，然后再去拧下一个螺栓，这个对于工人来说是对毅力的这个巨大考验，大家。也没什么说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干的，其实冻伤也本身也是一个没有感觉的过程，所以冻伤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这个冻伤。那么这个呢是给我们这个管理这个上面相当大的那个，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队员基本上是达到了100%，不是手就是鼻子。或者是脸部，或者是最夸张的是，有人竟然屁股上面全部这个冻伤。也许是冰穹 A 刻骨铭心的寒冷时刻在提醒施工者，昆仑站的保温工程在所有主体建筑落成后成为重要一环。一种称为氟碳的厚实而又耐腐蚀的低温涂材板此刻派上用场。尽管它的普通标准型号在国内已是同行佼佼者，用在南极昆仑站时还是经过严格改良。那年呢是主要是试验的环节，就超低温的那个试验环节还没有通过，因为国内没有一个这个环境能够到就是昆仑站的那个低温的这个条件。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宝钢又提出了我们改用不锈钢的，它又解决了低温问题，又解决了一个耐腐蚀的问题。
长城站、中山站大概也就是最低时候零下三四十度啊，但是那个地方呢要零下八十三度，在现场组装起来之后，然后外面再搭一层保温板，啊，200厚的聚氨酯板，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保温的。短短的13天，在这里无疑颇显漫长。当昆仑站在冰穹 A 的冰盖上矗立起来时，首先给施工队员的印象是白茫茫中出现他们亲手描绘的色彩。或许昆仑站的建设者们此时已经精疲力尽，但这一方明媚的色彩却还是可以带他们进入13天清晰的记忆。每个人都是憋了一股劲，就是一股气了，一股精神了，一种意义。他这个在上面，大家就好比，哦呦，我们是中间调整的方案，随后方案在调整好以后，我们完全是按照这个方案调整的做。随后跟队员们讲清楚，今天这个节点我们如果完不成，后面可能就完不成。说发挥南极发扬南极精神等等，在平时的时候经常是见不到的，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是你就能够看出来。队员们从7点吃饭，7点半吃完，然后就干活干到12点，干到12点吃完了中午饭，也许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也许没有，如果有也就是1点又接着干活，干到下午5点了，然后吃完了饭也许还有休息时间，也许没有啊，然后晚上再接着干，干到11点，这样连续的下来。沉寂的冰穹 A 万千年中了无生机，此时这群灰头黑脸的劳作者却已将白色冷漠之地注入生命。他们诠释的正是可以在冰冻中游弋的信念。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距冰穹 A 达1300公里之遥，且这段崎岖的雪地是由海平面一路爬升到4000多米的高原。这个相当于1300公里是个爬坡的过程，尤其在800公里后是一个坡度这个急速上升的这个区域，它的地形尤为复杂，因为我们俗称的软雪带，还有这个大的雪丘、雪垄这样的地形非常多，那就是这个一些我们南极现场说叫谷状的地形。就是那个例如山谷吧，一个接一个，像就是山坡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地形特别的多，所以说给我们运输带来很大困难。这是困难，但不是根本困难。
根本困难这嘎是这个海拔4090米，它的缺氧量相当于我们西藏5000多米。就咱们科学家在这个地区工作能不能行？二个困难是这嘎是低温，也就是说南极现在我们测到的温度是-89.2度，那么在这个地区的温度冬季不会继续低于-80度。缺氧和极低温没能阻挡住新世纪科技力量所聚集的冲击力，和在此支撑下中国科考队所凝结的勇气和信心。2008年，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注定与以往不同。以大型运输工具卡特彼勒车和数量众多的雪橇为主组成的庞大运输队，经过漫长颠簸，最终到达冰穹 A。同时抵达的还有500吨以上建设物资和28名科考队员。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对困难估计不足，因为在那之前我的内陆队的这个经历不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困难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一个一个的需要克服，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最开始领任务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兴奋为主。有关建设昆仑站所暴露的困难，在雪地车队出发的开始便显现出来。工程人员的陡增让有限的成员舱位顿时拥挤起来，队员们只好打起地铺。少数科考队员还未领略南极冰寒的威力，就已经先忍受了刺骨寒风带来的侵扰。那个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冷，因为这个舱呢上下温差比较大，有10度。对，而且在地铺在底下住的人底下垫好几层垫子，这样也相对也是冷。就是建立一个在高点建立一个科学观察站。若在冰穹 A 建立科考站，给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区域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这一定论将更增添说服力。然而环顾四周白色渺茫世界，在这个驻扎数日都可能带来生存困难的冰盖极寒之地，一座可以担当避风之所重任的科考站又哪能凭空拔地而起呢？早在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立之后，中国就有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个科考站的构想。先前冰盖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有为此做准备，科学家也通过建立中山站至冰穹 A 的气候环境监测系统，为实现建站提供详细的理论依据。世纪之初成功问鼎冰穹 A， 首先证明中国科考队员具备保障运输的能力，而强大的运输力同样是内陆建立科考站的首要条件。内陆考察大本营中山站距冰穹 A 达1300公里之遥，且这段崎岖的雪地是由海平面一路爬升到4000多米的高原。这个相当于1300公里是个爬坡的过程，尤其在800公里后是一个坡度这个急速上升的这个区域，它的地形尤为复杂，因为我们俗称的软雪带，还有这个大的雪丘、雪垄这样的地形非常多。那就是这个一些我们南极现场说叫谷状的地形，就是那个例如山谷吧，一个接一个，像就是山坡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地形特别的多，所以说给我们运输带来很大困难。这是困难，但不是根本困难。根本困难这嘎是这个海拔4090米，它的缺氧量相当于我们西藏5000多米。就咱们科学家在这个地区工作能不能行？二个困难是这嘎是低温，也就是说南极现在我们测到的温度是-89.2度，那么在这个地区的温度冬季不会继续低于-80度。缺氧和极低温没能阻挡住新世纪科技力量所聚集的冲击力，和在此支撑下中国科考队所凝结的勇气和信心。2008年，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注定与以往不同。
以大型运输工具卡特彼勒车和数量众多的雪橇为主组成的庞大运输队，经过漫长颠簸，最终到达冰穹 A。 同时抵达的还有500吨以上建设物资和28名科考队员。队员们只好打起地铺，少数科考队员还未领略南极冰寒的威力，就已经先忍受了刺骨寒风带来的侵扰。那个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冷，因为这个舱呢，上下温差比较大，有10度。对，而且在地铺在底下住的人，底下垫好几层垫子，这样也相对也是冷。雪龙号到达南极内陆科考大本营中山站后，科考队马上要进行的是把庞大的舰站物资和设备分拆装上前往冰穹 A 的大型运输车。他们记忆里至今残存的磨难也从这里拉开序。对于这条渺茫和充满危机的内陆运输线，先前国内预案中并无估计不足，甚至为此推翻一贯舰站方式。你的平台、你的基础、你的结构，这个东西需要现场大制。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在国内说全都组装好，你几乎都没法运输。哎，我们实际上就是把它拆分成能够运输的，这个极限的那个那么大小。中国南极早期舰站工程基本采用全预制方式。作为站体主结构的集装箱在国内事先安装完毕，运往南极后只需搭建到预定站址就算完成主要舰站环节。这种方式最明显是会减少现场施工量，但它的缺点同时在笨重的集装箱上暴露无遗。不能分解的整体运输在漫长而崎岖的内陆线上实现几乎没有可能。此外，按照集装箱标准尺寸预制的空间，在建站完成后利用率极低，很难达到节能效果。中国科考队运用了一种预制和现场组装箱结合的方式，首先明确地确保运输的可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加工特别特别多、花费很多工时的这个部分，你把它在国内预先加工好。那么现场的部分呢，比如说外维护结构、保温这种东西，或者基础这东西，你在现场组装。自重就已经达到23吨的卡特彼勒雪地车，在拖挂载重15吨的雪橇，在铺满冰雪的山坡上爬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气势磅礴的驱动力。长达数公里的大型车队逶迤在沉睡中的冰盖上，仿佛期盼着见证队员们百感交集在那场扬眉吐气的日子。那个路面条件比较差，一个是软雪，一个接一个，像有山坡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地形，特别的多，所以说给我们运输带来很大困难。这是困难，但不是根本困难。根本困难这个是这个海拔4090米，它的缺氧量相当于我们西藏5000多米，就咱们科学家在这个地区工作能不能行。二个困难是这还是低温，也就是说南极现在我们测到的温度是-89.2度，那么在这个地区的温度冬季不会继续低于-80度。缺氧和极低温没能阻挡住新世纪科技力量所聚集的冲击力，和在此支撑下中国科考队所凝结的勇气和信心。2008年，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注定与以往不同。以大型运输工具卡特彼勒车和数量众多的雪橇为主组成的庞大运输队，经过漫长颠簸，最终到达冰穹 A。同时抵达的还有500吨以上建设物资和28名科考队员。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对困难估计不足，因为在那之前我的内陆队的这个经历不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困难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一个一个的需要克服，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最开始领任务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兴奋为主。
有关建设昆仑站所暴露的困难，在雪地车队出发的开始便显现出来。工程人员的陡增让有限的成员舱位顿时拥挤起来，队员们只好打起地铺。少数科考队员还未领略南极冰寒的威力，就已经先忍受了刺骨寒风带来的侵扰。那个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冷，因为这个舱呢上下温差比较大，得有10度。对，而且在地铺在底下住的人，底下垫好几层垫子，这样也相对也是冷。雪龙号到达南极内陆科考大本营中山站后，科考队马上要进行的是把庞大的舰站物资和设备分拆装上前往冰穹 A 的大型运输车。他们记忆里至今残存的磨难也从这里拉开序。对于这条渺茫和充满危机的内陆运输线，先前国内预案中并无估计不足，甚至为此推翻一贯舰站方式。你的平台，你的基础，不断累积着攀登的距离。然而南极内陆的考察考验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意志，还有科学的计划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能力。即使在可以遥望到冰穹 A 背影的1998年，中国科考队行进到距离冰穹 A 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由于后勤保障的不足，再次与这块梦中之地失之交臂。十几年与冰穹 A 的遥不可及，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烙印，但征服从未间断。直到2005年，几代科考队员对南极制高地的耿耿于怀，最终在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得到冰释前嫌的机会。他们首次抵达南极内陆冰盖核心区域，并成功登顶冰穹 A 北高顶。科考队员们很快在成功攀越的兴奋中冷静下来，他们清楚要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把环境相对更加恶劣的冰穹 A 变为一块长久的科考基地。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再次建造牢固的科考站。那么国际基地研期间，这个我们中国搞了一个基地科学考察计划，叫勘察计划。那么这个计划，中国做这个计划纳入到世界基地考察核心计划之一，特别是海冰器浇灌对这个人类生存的影响，那么这个计划纳入到了这个国际核心计划之一。那么这个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建立一个在高点建立一个科学考察站。若在冰穹 A 建立科考站，给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区域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这一定论将更增添说服力。然而环顾四周白色渺茫世界，在这个驻扎数日都可能带来生存困难的冰盖极寒之地，一座可以担当避风之所重任的科考站又哪能凭空拔地而起呢？早在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立之后，中国就有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个科考站的构想，先前冰盖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有为此做准备。科学家也通过建立中山站至冰穹 A 的气候环境监测系统，为实现建站提供详细的理论依据。世纪之初成功问鼎冰穹 A， 首先证明中国科考队员具备保障运输的能力，而强大的运输力同样是内陆建立科考站的首要条件。那么我们就这个做了很多的预案，我们把人员拉到了这个高原，这个高海拔的，从一方面从高海拔的那个施工队里面我们去挑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这个南极，就是长城站的那个施工的队员。好在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体能不错，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西藏的，那是阿里，西藏阿里的一个县城叫中巴。中巴的海拔就在4000多，县城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工程任务，所以那帮人都是经过高原锻炼过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难以抵御的寒冷并不能摧垮这群有备而来的建设者。南极昆仑站的建造在紧锣密鼓中进入施工日程，与各国其他考察站大都建立在南极大陆边缘地区不同，内陆昆仑站将矗立在毫无寸土的冰盖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长城站还是中山站，实际上我们都建在陆地上，但是还有少量的这个站呢是建在这个冰雪上。比如我们的这个内陆昆仑站，内陆昆仑站它最大的难度就是什么，它整个的建筑，它的基础什么的钢结构包括上部结构是完全建在这个3000多米厚的这个冰层上，本身它的海拔4000多，那么冰层的话就已经3000多了。所以这个跟内陆不一样，它跟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那个陆基的这个陆源不太一样。在冰雪地上建科考站，首要环节是夯实地基，以便给日后建成的建筑主体构造一个牢固的基础。施工人员按照计划是先用扬雪机垫高地基，静等一段时间后再用车辆反复碾压，最终构筑一个结实的地面平台。造站的第一步就遇到困难，冰穹 A 的坡度以致负载过重的拖拉机不能把扬雪机放置到指定位置，而早前国内预案根据冰穹 A 冰雪累积率情况明确规定，昆仑站地基必须经过此工序后再用雪地车严密压实处理。比如在中山站或者长城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结构可以跟这个地面发生关系，比如说埋下去或者在冻土层以下，但是在内陆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基础什么的都要做在冰雪。从 A 的冰盖上矗立起来时，首先给施工队员的印象是白茫茫中出现他们亲手描绘的色彩。或许昆仑站的建设者们此时已经精疲力尽，但这一方明媚的色彩却还是可以带他们进入13天清晰的记忆。每个人都是憋了一股劲，就是一股气了，一股精神了，一种意义。他这个在上面，大家就好比，哦呦，我们是中间调整的方案，随后方案在调整好以后，我们完全按照这个方案调整的做，随后跟队员们讲清楚，今天这个节点我们如果完不成，后面可能就完不成。说发挥南极精，发扬南极精神等等，在平时的时候经常是见不到的，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是你就能够看出来。队员们从7点吃饭，7点半吃完，然后就干活干到12点，干到12点吃完了中午饭，也许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也许没有，如果有也就是1点又接着干活，干到下午5点了，然后吃完了饭也许还有休息时间，也许没有啊，然后晚上再接着干，干到11点，这样连续的下来。沉寂的冰穹 A 万千年中了无生机，此时这群灰头黑脸的劳作者却已将白色冷漠之地注入生命。他们诠释的正是可以在冰冻中游弋的信念。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已
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